赶紧把人放了啊！你干嘛的？没干，没干，我报警了！我报警了！算他跑得快，不然狗腿给你打断。别把这个小货去卖了去。 直接慢着，太猖狂了，不行，我要打个电话给保安。喂，保安呐、啊，家门村那个小妹被人贩子捉了，那个人贩子还把我打伤了，他穿着一个花衣的，你一定要在村头那里拦住，吓他知道没有？嗯，好，我现在就跟上去看一下。好。 韩版青年纯棉修身长袖T恤在搭配个秋季防风服，一刀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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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七三，熄火呀！站！保安，把四个车门都打开，让我检查。让开，让开！让什么？我现在有急事。你有急事？什么急事？让我检查了再说。有什么好检查？我去其他地方都不用检查了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我车上有一个病人。 十万火急呢，要赶送去医院的。哎，你去其他村是其他村，这是我们村，我们村长就要检查。你有那个时间跟我说那么多废话？你打开车门我就检查完了。有什么好检查的？看到这是什么车吗？什么车呀？这是医院的车。哼，你这是医院的车啊？啊，你这是救护车吗？啊，没有，这是医院的那种病人太多了。 现在只能是用院长的车，哪个医院呢？第三人民医院的。证件给我看一下。证件出门太着急，忘记拿了。哎呀，你说你是医生就是医生啊！我看你鬼鬼祟祟的，证件又没有啊，车也不是救护车。这是一个人命关天呐、啊！我管你那么多，你反正你打开检查，不然我不好交代。你这保安是不是一个月工资太少了？哼，你管我工资多少？ 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200块钱去喝茶，怎么样？200块钱啊！你就想打发我没门？我告诉你，赶紧的，别那么多废话。真的是要看是吗？没错。磨磨蹭蹭的，真的是。干嘛呀你？啊？干嘛？我让你多管闲事，看招。你敢拿个棍子来打我？ 打的就是你！哎呀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是挡我财路，哎，怪我好事。今天我要把你撂倒，一起把你拉去卖了。卖了？你是人贩子是吧？啊？没错，我就是人贩子，亡命之徒来的。你怕了吧？你来我们村做了什么事情？里面是不是被你抓人了？你少打听，少说废话。 你这种三脚猫功夫还敢出来当人贩子，活得不耐烦了是吧？那个臭保安，练过的，我早上没有喝招，我喝招的话，一只手就把你拿捏了。拿捏？看你哪里？啊？还想拿？用你就当，还想打我？哼！你这个。 丧心病狂的人贩子啊！你居然敢偷袭我，还好我反应快。哼，你这种人呢、啊，里面到底被你抓了谁？敢来我们村干这种勾当？现在告诉你，又何妨？反正就是你们村的一个小女孩被我抓在车上了。哎呀，我正打算去卖了，你今天敢坏我好事？哎呀！ 要不是我今天碰见呀，我们村就又少了一个人啊！你赶紧给我把他带下车，我要让他看看你抓了谁，快点！那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是吧？啊！远硬不实是吗？就是他，原来是你呀！哎，你要把他绳之以法。我现在已经把他制服了，你去把车里的人带下来。我要跟你拼了！拼了！还冥顽不灵啊！ 我废你一条腿，我看你怎么拼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今天我虽然是抓不到了，就是咱们村的小妹。哎，小妹，醒醒！抓住他！
个人贩子呀。你被他抓了。没错，怪不得我刚刚刚想出门口，刚想关门，就有人拿个棍子打我。就是他打你啊。没错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原来是你呀、啊！啊，没错，我跟你无冤无仇的。没有，你长得太漂亮了，所以说我起了疑心，要把你偷去卖了。卖你的话，值个50万呢。这种事情你都想得出来？老板，我都联系好了哦。联系好，我看你这种人呀、啊，就应该去牢里面坐牢吃牢饭，才缝纫机。你听我说，我今天虽然说套不到了，抓不到了。今天我就卖你个面子、嗯、这个女孩子我也不抓了，你就让我走吧。别放了她，对，放了她等于放我归山了。没错，千万不能放了这种人，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。你小妹，咱们私私了事的，我看你们一二三一人给个10万放了我，当这件事情什么都没发生，你看怎么样？你这种脏钱我是绝对不会要的。你这钱呀，等一下就充公吧，我们一起去警察局。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呐、啊。谁要跟你见啊？啊，你不见也行。这种人呢、啊，心狠手辣，不能放了他，一定要将他绳之以法。没错，你想想我们可是有兄弟团伙了，识相的赶紧把我放了。那又怎么样啊？放开我。